你干嘛呢？啊？谁让你起来？我袜子脏了，我洗洗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找我来当女朋友袜子，你自己洗，你侮辱我？没有。你什么都敢让出个女朋友干什么？玩去。嗯？愣着干嘛？我得给你把浴巾打开才行。嗯。账了，我结账啊。对。怎么回事？是应该干的事吗？你看人家在这情侣出来，男的结账。既然外边人多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以后这种事你少碰。哦。结账。那个，你别生气了，这都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什么？对不起啊！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张嘴就是道歉，一点男人样都没有？你让我刚才这个检讨不就白写了吗？给我站好了。哦。你这还给我洗脚，你这不是给我洗脚，你这是打我的脸。坐下，我给你洗。